阿嬷，星星会做远无？阿嬷嘛毋知影，应该真远吧？啊，毋过啊，只要咱的心内吼有天顶的星，就会感觉不远了啊。那我们来许愿好不好？阿嬷没有愿望，你许的哈。我上一次去过木栅动物园，看到 kangaroo 看的路。那你有去过台北101大楼吗？有啊，我还搭过了高铁，超快的。你难道一定没去过？老师，感谢你，阿芳让我落你照顾。阿芳，啊，你今日哪晚回来？阿芳老师没叫。老师好。老师，真歹势啦，啊，可能心情不好啦。没关系啦，小孩子嘛。对啊，老师，啊，咱拄仔吼讲到对啊。哦。我们刚才是讨论到阿嬷您对纯芳的担心。其实我袂烦恼阿芳啊啦，我烦恼的是我家己。我食到这个岁数啊，可以当照顾阿芳啊偌久，我嘛唔知影。啊，若真正要讲我是希望阮阿芳啊，会当赶紧大汉，会当好好啊读册，将来会当找到一个好的翁婿，好好啊过日子，莫像阮即马共款，对我咧吃苦。好吃无？嗯，我青菜哈，来。你嘛吃？呵呵呵，阿妈吃，阿妈吃。你去关掉。阿芳，顶次抓老师来，啊，你选哪一个嘴奥嘟嘟？就班上几个臭男生
恁同学吼，是咧甲你滚生笑，人无歹意。才不是，真讨厌。阿芳，以后你大汉的时阵吼，会交男朋友，啊，你爱记哦。你老男朋友的时阵，爱记你吼，带转阿妈看。唔爱啊，我做你就好。戆囡仔嘞，啊阿妈吼，拢老苦苦啊，啊你是要哪陪？啊唔管，我就是要陪你。好好好，好你陪，好你陪。豆干吼，你上爱食，还佫有红菜头，佫有目睭，加食过吼。挂出去。是安尼啦，你花仔钱当时要付啊？啊，大家拢要生活，你嘛较拜托的。阿太，歹势啦，我真正无钱还你，你给我拜托一下，搁我看完几工啊，我哦来外口借钱给你，我一定会还你啦。啊、你遮嘛借，遐嘛借，是要还到当时啦。哎呦！啊，无安尼啦，你有钱才付我啦，还是另外哦。好啦，较紧来哦。好啦。阿太啊，歹势呢。我希望我可以快点长大，然后赚好多钱带阿妈出去玩。阿妈，你哪来考？无啦，阿妈哪有咧考？那是因为风哦，陪你阿妈的目睭不舒服。阿芳，你跟阿嬤说，你都要给天上的星星许什么愿望？我要跟她说。拜托啦，跟阿嬤说啦。我爱。啊，拜托了啦，阿嬤你要小气啦，跟阿嬤说啦。我爱。真正不说哦。不说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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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别说了。我爱说。快点，快说。我爱说。滴滴滴滴滴。我爱说。真的不跟阿嬤說？可是你不說了，阿嬤也知道。那你的孩子
当然咯，因为你吼是阿妈的宝贝，你心肝你想啥物啊，阿妈拢知道。